大家好，又翻嚟 Pokemon 紫光啊，咁啊继续剧情啊。上次讲到应该系嚟到呢一个嘅超能力富迪嘅呢个城镇啦，超能力城镇。咁依家咧，我哋嚟试下呢一个嘅道具系咩样啦。好啦，咁啊一个机关嘅道馆啊，呢架嘛，跟住呢个应该，哦系啦 ，OK。咁我哋先用食梦兽先啦，开头睇佢带啲咩重。呢只啊，应该都得嘅。喂，好诶，游击立出嚟啦！我食药噶对面，仲要用电磁波添，有冇药啊？冇，冇带药添。咁啊，翻去回血先啦。暂时睇落咧都够，都打到嘅吓，但系可能最尾嗰个馆主未必打得赢，我觉得。因为始终佢到时应该是富迪嚟噶啦，富迪应该是可以赢到我嘅，睇下佢咩技啦。特攻就应该唔会好痛嘅，因为我嗰只特防比较高啦，嗰只嘅食梦兽。好嚟，下面呢格就落去，跟住呢、這个睇先，呢、這个跟住上嚟，跟住行呢度。咦，唔系喎，跟住边格？我呢格 ，OK。喂，有隐形墙噶。都不是玩超能力的，全部都是用物攻技能的，精神强点啊，系啊，对面用嗰啲特攻技，但系已经冇用啦，对我嚟讲，哇，使咗34咧，诶，精神强点，啊呢招劲啊，最强嘅超能力技啊，现阶段嚟讲，好睇先，又系有隐形墙，我点行？传送入嚟，跟住又再打个 ，OK， 真系恶系喎，换一换重，诶、欸，其实唔使换，我嘅 bot 唔会打自己啦，咁佢一定死紧嘅头锤，好，天然料装，哇，解除埋好，但系冇晒招技，唔够快，迷信者。哇，咪仲有啲难打喎、啊，威吓难打喎、啊，真系，哦死啦要，唔够打，啲重太低咧啊啲重，可能要，哇有得赢啊竟然，我唔紧要啊，我哋先行条路睇下先，跟住死翻快啦呢度又，哦 OK。唔得啦！哇，估唔到、啊，估唔到阿腕力竟然可以打死头先嗰只嘢，我系估唔到嘅。睇先，呢度我哋投锤啦。暗哇，暗影球啊！哇，可以两招技黑住我、啊。哇，好麻烦佢啲技。嗯，好啊呢只，好啊，赢我唔到。诶、欸，错呢、這个，一个右边到啦，馆主冇药，物理消息提高可以俾啊，可以俾食梦兽，真系可惜啊，冇药真系。好啦，我哋先试一试先啦呢度，一系就俾草虫出嚟先，俾我哋嘅草主出去睇下先。一直等你叫大军啊，我系呢个馆主啊，我超人已经令我咧登上咗顶峰啊，成为咗一名杰出嘅训练家。唔好话俾我听咧，你嘅谂法咧我都知噶啦，我超人力咧可以咧无所不知。咁犀利，超人力喺 Pokemon 嚟讲系一个好神圣嘅属性嚟嘅，应该系话系一个好，即系叫做点讲啊，好顶尖嘅属性啦。一开头好似睇动画嘅时候，大家都知啦，诶，哪吒嗰个嘛，将人变咗缩，将人嗰、那个将小智佢哋变咗缩细啊嘛，变咗公仔，所以其实都几恐怖嘅嗰一幕。打唔打赢咧？呢、這个，其实都赢到嘅，应该赢到嘅。不过就要啲要满晒血先啦。啊，头先因为冇满血啫，第一只先用草主先啦。系啦 ，OK。咬就唔使啦，用草嘅，因为用寄生种子，其实用寄生种子好啲嘅。好，中咗得啦。跟住再边佢，得，跟住用呢只。你可以撞佢，
欸，无法动弹，我就系要呢啲啊！哇，又回血，催眠佢，唔中，好，催眠，又唔中，再催眠。其实佢慢慢屈紧佢机，因为落咗寄生种子咧，佢血量又高咧，佢打唔死我。阿里拉夫迪嚟啦，普通副迪嘅 ，OK 嘅。哇，唔影球，冇事嘅，应该一半多啲啦，系嘛？一半，哇，打超过一半喎。哦，死啦要。哇，佢仲要加攻击啊嘛，加特攻啊嘛。冇吧，我哋要练 level， 练 level 先赢到喎，咁样。其实副敌都真系几麻烦，如果你喺管主，即系喺某啲道馆，你见到副敌啊，或者游击塔呢啲咧，劲麻烦。游击塔都算好，副敌啊真系好难搞，因为速度咧你已经输俾佢啦，速度上你已经输硬俾佢，跟住佢个特攻又鬼死咁高，你又冇办法快得过佢。好，咁即系话咧，我哋要翻去揾精灵啦。OK。我谂进化咗佢之后应该好打好多嘅，至少有翻咁上下硬度先啦。哇，咁都输唔系话？太渣啦啩，即系储住啲技其实。嗰招藤鞭点解三十几咧都系用紧招藤鞭咁渣嘅？点解会咁噶你？哎，好可多拉喎。不过冇用可可多拉，可可多拉其实就唔系话咁好用啦吓。好，系咪三十四咧进化？系啊，好啊。定系三十六啊 ？Oh no， 三十六啊！好，我哋睇睇啊，好拉又马夫，又系加特攻减特防。有结实点咩佢？受到招式攻击不会被一击的击到，佢系有嘅，不过呢个版本有咩？头先我啊系，头先我系打开一半血啫。拎出嚟用下啦，好拉油应该都有用嘅，再试下啦。佢第一只系嗰只外兽，要落佢寄生种子啦，一定要。睇先，呢个寄生种子佢啦。好，又中就得啦！哇，有冇咁黑啊？仲要烧伤，黑得滞啩？哇，三下催眠都唔中，第四下先中。慢慢吸佢血先，唉！喂，咁快醒唔系啊？话你。佢呢个出副敌其实都几麻烦，我一下死紧啦，五十一血，应该死紧啦。诶，催眠到啊，有机会，只要佢瞓两三弯，三弯，三弯就赢啦，三弯。Oh no！ 仲出真气弹添，串到，哇！呢咩技嚟噶，废到咁嘅。最衰一开头嗰度只草主烧伤咗，如果唔系咧，冇咁易输。咁冇办法，我哋要升个 level 先啦。好，转眼间咧翻翻嚟啦。咁依家咧我就进咗化只草主三十六 level。咁另外咧学咗招技能种子炸弹咁啊十五攻啦。咁希望一阵间可以一下秒嗰只外兽。理论上应该得嘅，因为都几高攻下啦。同埋佢嘅能力值系点样啊？依家？哇，超高防喎，防御同埋血攻击高咯，下面个三项简直一撇屎啊！即系特攻特防同埋速度劲慢，呢个直接唔使寄生种子啦，直接炸落去应该秒嘅可以，我相信秒到嘅 ，OK 系秒唔到嘅。哇，精神强点？精神强点痛啊？我格斗系嚟噶。唔系话我都唔知喎，系格斗系原来呢度一定要走噶啦，是但换一只都好。念力土偶呢度竟然系精神强点，念力土偶我黑住你喎，
不过佢系咪佢好似快过我念力图啊？灌墙催眠，中啊，好波！我好鬼麻烦喎，文油果啫，哇，又食药，劲狗啊，黐线，我一定输紧啦，啊，输紧啦，太慢啦啲虫，如果要练，要练只劲虫、快虫先得，冇中，中催眠，哎。唔通要 SL 大法？难到 SL 大法打呢、這个？冇啦，佢进咗化仲要格斗系，边度顶到一招啊？哦，真系好难打呢、這個、超能力。呢、這个超能力有啲难度，真系。可能要翻去揼一揼喎、啊。嗰条 team 先，条 team 唔得喎，完全呢个蓝鬼打击鬼又冇呢一个嘅坚硬啊，唔知系遇唔到啊，定系佢冇咧？呢个系只凤神犬啦，上集唔系护主犬啊嘛，好似护主定凤神犬啊？我冇火石，如果有火石，我都想整只凤神犬。哦，凤神犬、啊。两万蚊一只，系啊，两万一只都唔够钱，依家得万四，呢个应该真系通关嘅关键嚟喎，万四分不过，如果唔系嘅话就要喺呢度揾重啦，望下喺呢度有冇啲咩精灵可以捉下啦，毒豆蛙唔啱啦，四级超能力，唔系四倍超能力伤啊呢个。我就唔知点解呢个 game 啲草要咁散。好系嘅蔓藤怪，毒豆呢系啦，毒豆啊，麦路泥都唔系啲咩劲嘢，烂泥又系怕超能力嘅，咁啊唔啱啦，要打得赢超能力，有嘅波恩福咯，又系系嘛，唔系我波恩福惊超能力喎，低 B 呢只 OK 喎。呢只 O K 喎，佢咪加速特性啊？加速特性添喎呢只，呢只 O K 可以一试嘅只，四副先，我惊捉唔到啊！呢只特别难捉嘅咩嘢？我费事打佢啊！吓呢只就劲嘅，如果佢有重技，有加速特性嘅话系好 perfect。突然之间变咗夜晚，个 P C 喺边啊？我草主要死亡啦！十月市，好啊，望一望啫，望一望只羊羊马先，即系羊羊马应该就唔使谂进化，因为要原始之力。头先捉嗰只打击鬼，睇下先，暴躁、精神力，同埋头先捉嗰只巴尔狼啦。咁但系呢只嘢系加防减攻嘅大胆性格，就麻麻地啦。内敛劲。劲呢只劲，虽然佢个体值差 ，C 减 C 减嘅话，预佢可能得十零啦，啊十零，但系都超劲噶啦，因为个性格已经对咗 ，OK 可以拎佢出去用啦。好，今日有只飞人系啊，咁呢只就我骨炎就基本上唔使用噶啦，我骨炎因为佢内敛啊嘛，内敛唔使用啦，跟住其他啲都冇嘢用啦。拉鲁拉斯又冇乜用啦 ，OK 搞掂。咁之后咧就等将羊羊马升咧，佢而家有咩超能力？有咩重技？冇重技，一招重技都冇。我有冇學習装置喺身啊？好似冇喎。OK， 系啦，咁呢度咧就要练一练啦。哇，识为打击鬼，竟然系识为打击鬼。如果你系咩就正啦，啊！如果佢系嗰个叫做咩啊，坚硬就正。我哋换另一只打啦，费事打死佢。我哋要排除所有嘅意外。好，因为头先咧，如果我用火花咧，我惊烧死佢。好得，成功捕捉打击鬼。好，咁喺完之前咧，我哋俾大家睇下打击鬼系咩性格，同埋系咩能力啦。
估唔到啊！乐天，唔知减防加特防定唔知边样先打一样，坚硬喎、啊，但系坚硬可以用得过 S 速度 E 攻击，佢系咪真系俾人打之后系剩一滴血啊？如果系咁啊，真系劲嘅，咁可以用佢嘅。OK， 我要增加只色位引色位嘅精灵啊！应该是我条 team 第一只啦，之前嗰只就捉嚟冇用嘅，但系呢只咧就有用嘅，啊有用啊呢只，不过系争咗 E 攻击啫嘛 ，E 应该又系个位数嚟，个位数都真系好差吓，不过有坚硬咧都 OK， 其实靠佢坚硬可唔可以赢到呢？问啲啦，可能要再升一升咧先。好，咁今集嘅紫光嚟到先，我哋下集继续打呢一个嘅超能力度古人系咁先，拜拜。